左前脚多出了一只小脚。哦。这只就是它的第五只脚。哦，多了一只脚。好。你在那条路的下去，那个木屋的左边。现在是我们在奔群牛场的那个挤乳秀。然后这一只，这一只是那个。他们另外的还有一只牛，是我们那个统一多多，有没有？统一多多之前有那个两个小朋友，他的那个在对讲那个，对，那个也是我们牧场里面的明星牛。他们等一下挤牛来呢，有一个手势要交给各位啊，要交给各位。那我们。等一下上来之前要先把这个手势学会啊、哦、把这个手势学会好，那麻烦在座各位把你们双手借我一下，来，我们右手比个 OK， 哎 OK， 对，再来左手比个大拇哥，哎，左手比个大拇哥，对，那我们把大拇哥朝下面，把大拇哥朝下面哦，我们假装我们的大拇哥呢，就是那个女儿的奶奶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这个 OK， 连尖尖有没有？把它放在这个大拇哥最上面这边，用力把它掐住。哦，掐住了之后呢，我们还要剩三根手指头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就数一、二、三，哎，这样牛奶就挤出来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他说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的挤牛奶呢，它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乳头的最上面这边，我们一定要掐住，用力要把它按紧。哦，用力按紧了之后，我们下面按的时候，它的乳汁才不会往上跑。哦，乳汁才不会往上跑，我们才挤得出来。哦，那原则上呢，我们虎口这边稍微用一点力把它掐紧一点没有关系。对，掐紧一点没有关系。好，在这边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哈。我们最上面这边有没有把它掐住了？掐住了之后，下面这边看得到，它乳汁就出来了。哦。哎呦。啊，看到哦。对。有喷出来。我们上台的时候呢，不要太用力哦。不然会被踢哦。你知道太用力会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什么问题。对啊，那要严重的。对，我们等一下，如果太用力的话，它可能。哦！天哪！很新鲜。那原则上，我们等一下上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给每个人一个杯子，好，一个杯子。那我们这杯子用来接牛奶。那这牛奶接下来之后，接起来之后，它可以马上喝，没有关系，哎，可以不用消毒。那你们会觉得很疑问哦，为什么我们这个生乳挤下来为什么不用消毒？因为我们这牛奶，它在乳房里面是属于完全无菌的，哦，是属于完全无菌的，所以不需要经过杀菌这一道手续。那外面的生乳为什么要经过杀菌？哦，因为当牛奶挤出来之后，它跟两样东西接触，啊、哦，有一个就是空气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容器，对，啊、哦，所以跟这两个东西接触了之后，它会开始滋长细菌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因为现挤下来的，他们马上把它喝掉，所以原则上没有关系，啊、哦，没有关系。那敢喝的，我们就尝尝看；那不敢喝的，没有关系啊、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留起来喂小牛，啊、哦，可以留起来喂小牛。那我们等一下上台的时候，每个人哦，每个人哈、哦，先体验一下，哎，我们挤牛奶的感觉，哦，先挤牛奶的感觉，哦，挤出来之后，哎，我们换下一个，哦，下一个上来。那等一下全部挤完之后，有兴趣的哈、哦，我们可以自己再上来，没有关系，对，因为我们下一个活动就是喂小牛的活动，那我们都是在这边。那在喂小牛的活动当中，你还可以继续来挤牛奶，哦，你这样了解没有？有。让我录影。好，那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要
那些站。你要上去吗？好啊，没有帮，就当时帮你找，但是没有帮你找。可以到前面这边来照一下。你要看吗？可以。就这样，放在这里。我们是我在录影，慢慢移动，慢慢移动，可以，然后走啊，可以看前面，可以在正面，可以你好棒！你刚停下来，可以暂停了。